最近总有网友和我说，让我去挑战各种的一些什么花式表演。今天呢，咱们来个超远距离灭蜡烛。来了啊！认真吗？是有点难啊。大耳机就完了吧。还有谁吧？看回放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没毛病，对吧？我打的是这边，然后呢，刮到的这个火苗，而且你看看这个都断了。谁要是再不服，就来挑战。远处打灭火苗啊！我大概在10米左右的位置，欢迎你们来挑战。